Sky， 今天呢，我们三剑客来到了哇新竹的新丰国中。哇，然后新竹什么最有名？风啊，风，这个风有点不够大，太阳倒是蛮大的。哦，太阳真的很大，而且你看一下天空，超级无敌蓝，然后云都没有。为什么没有云？因为它是布幕，这是我们用的。那我们今天呢来到新丰国中，要来跟特奥运动员进行一场激烈刺激的篮球比赛。篮球比赛？对，篮球。斗牛。三对三。对，我们今天就是要比三对三篮球赛。三对三。我三个一对吗？说我们三个跟特奥运动员吗？怕会被电很惨。被电烂。今天我们会分开，我们一个人带一队，就是一个人带两位特奥运动员来进行比赛。等一下呢？我会先跟药师对打，药师对打之后赢的那队再挑战波波队。哦，我是种子球员就对了。对，你是种子球员。波波队是国王队哦。那什么是特奥运动员？特奥运动员呢？这个就要请我们今天的特奥运动员教练许教练来为我们解说一下。想请问一下许教练，什么是特奥运动员？针对八岁以上的智能障碍者。就可以参加我们的特奥运动，不管是任何运动项目都可以参加。哦，所以我们等一下一位人会带两位特奥运动员。嗯。哦，那我们今天等于是一个 support 的角色吗？还是不一定啊，说不定他比我们强很多啊。我也是这么觉得。那想请问一下许教练，我们今天的篮球比赛规则？今天篮球比赛规则主要由一位融合伙伴搭配两位特奥运动员。那我们的融合伙伴呢，主要是跟特奥运动员相差两岁以内，两岁以内，我感觉好几年级，我看到你，他九年级，我看到你会发球，今天就是佛放嘛，对不对？哦，今天佛放哦，对，我想说25岁以内，对，我觉得还有机会，怎么25岁不止啊，至少要30岁了，因为避免老师带学生出来比赛，哦，我都比老师还老了。没，你太客气了，你比校长还老啊。我们今天的规则就是打国际特奥会的能力分组赛方式，依照6分钟或者是先得11分获胜。比赛过程中，融合伙伴的分数不可以超过我们的特奥运动员。那主要目的是让我们的特奥运动员有更多表现自我的机会。那你想问一下许教练，就是得分的话，我们在3分线内进球的话算几分？3分以内进球是1分，那3分外是2分。哦，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选我们的球员喽。哎。选球员，哇、yeah. ！哇！我们现在已经换上了球衣了。Oh. 我们现在是用颜色来分队的。我们现在呢要去挑战友，我们的队友， oh. 我们的特奥运动员。Oh. OK，、那我们要怎么样？等一下，我们猜拳好了，猜拳，然后赢的没有啊？他最后才打，我知道了。可是我们还是要先选，他还是有。不然让战友选你们呢、啊？哦，让战友选我们。好，那我们的战友在。哦，我们的战友们，战友们在这边。好，走。哇，你好。哎，对，哎，要趁机收买。哎，等一下呢，我们会请战友们来挑队员，看他们想跟谁一队。哦，那就哎，你们三位猜拳好了，挑一个，猜拳。赢得先选。好，是。好，但两招不 ，OK， 来，就是你先。我是。你强吗？我不是，绿色战衣。我选红色。你很强。为什么不选我？为什么？我好难过。是有人气哦。拍手。递交队服。好，那我们第二位。好，蓝色。哎。好嘞，再来另外三位来选。烧石头布，好，那两位女生再猜一次。哇，就由宜萱先选，选哪个颜色？你不可以这样，不可以这样。绿色，绿色，好，哇。非常好 ，very good。来，那我们第二位雨桐要选谁？
你们两个这个灰衣服很奇怪。来，加入我吧。真的吗？嗯。考虑一下啊，考虑好。就选我吧，让我们一起当队友吧。你让他压力很大。哦，压力很大吗？那你看太，你靠太近了。我靠太近了。都可以。选你喜欢的。啊！不要你了，他不要，走开！他不要，他就药师了。粉红色的，粉红战队比较好，是不是？粉红色的好吗？蓝色的。哦耶！哇，哎，这个他很会。很贵，他先曲折离奇，他先伤了我的心，然后又在接受我，特别满足。谢谢，谢谢。到了。八年三班，九年一班，对，给你唱。老师要来帮忙的环保监听。啊。等一下，我们尽量就是不要停在原地，对，我们就一直游走，一直游走，然后因为别人会来防守嘛，所以我们要想办法找到空档。一定要绕到对手的前面。我们要球的时候要有信心。我们绕到前面之后，就一边走一边要球，手举起来，我们就知道球要给谁。对 ，OK， 没有问题。那篮下篮板就交给我了，得分就交给你们。我会传球给你们，然后你们拿到球，看一下有机会，我们直接出手，没问题。然后有一件事情很重要。我们队友有人得分，我们一定要欢呼拍手，我们就 yes， 可以吗？我们来做一次，来，一二三 ，yes， 等一下，就是我们三个人就是拿到球的话，如果你有机会可以进攻，就尽量可以投篮就投篮。等一下你们两个站外面，然后我在里面，这样，因为我比较高，我如果抢到球就会传给你们，然后你们就尽量投，没关系。哦，对，就是很简单，然后不要把球传给蓝色衣服的人就好。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。没问题。然后可以进场。Nice。好，等一下，蓝队石原，粉红色队是人头。好。好，石原蓝队球。Nice。他们先攻。对，他们先攻。好，我们正式比赛开始哦。好，预备。有没有打扫啊？好像没有，没事。
红粉红色的球。我们恭喜蓝队7-2获胜。好，双方球员敬礼握手。哎，谢谢指教，谢谢指教。恭喜我们赢了一场比赛。对，刚刚两位做得很好，就是雨桐拿到球直接投，然后命中率非常的高，真的。但是我们的浩传球。传得非常好，而且抢球也抢得非常好，防守做得很好，我们就维持这样子就好了。还是你有什么战术？啊，那你觉得我刚表现怎么样？还不错，是，谢谢浩宇。那我们就来，我们来加油一下，来，一二三，加油！等一下呢，我球呢就会传给你们俩。你们两个就负责得分就好，啊，抢篮板的东西就交给我 ，OK 吗 ？OK， 可以吗？我们会不会赢？会，加油！一定要赢哦！
加油！篮球员上场 ，Nice！ 好，好，我们第二场比赛呢，由绿队来者是客来宾的球，这样子，我们直接开始。好，开始吗？没错。有没有信心？有，加油 ！Go！ 好，预备 ，Go！ 先吧。火锅很响亮啊！丢丢
哎呦，远距离这个，出去了！来，篮队球，二比二，我们再一分哦，再一分，来哦，很痛，红了。结束，我们恭喜蓝队二连胜，四比二获胜。好，双方球员敬礼握手。哎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哎，哇，进行了两场激烈精彩的比赛，我们蓝队二连胜。咦，许教练想要请教你，特奥的这个运动的精神是什么？主要是要让我们的特奥运动员跟融合伙伴可以一起运动、一起生活、一起参与各项的事物，或是各项的活动。那我们特奥其实有一个宗旨的目标，就是勇敢尝试，争取胜利，让我们的特奥运动员可以勇敢地表现自我的能力。那不管在运动场上，或是在各项能力或是学习上面呢，都可以挑战自我，并因应未来他们毕业之后也可以融入社会，那参与社会上的各项事务活动。哇，会不会是听的我都想要回健身房继续挑战自我了，非常的激励。好，那么今天的影片呢就先到这边，有任何问题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。我是健人盖伊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